家好，我是宋家俊，今年11岁，我来自美乐人的代表。我今天做了波士财神爷。我自3个星期以来，我经过老师的教导和发挥自己的创意，才能做这么好的财神爷。我希望这个财神爷可以带给你们财源滚滚、吉祥如意。谢谢大家。滚滚来。